恭喜發財！嗱，2023年屬羊嘅朋友，恭喜你啦嚇！今年咧好運連連啊！咁事業方面，今年咧就會有變動，但唔使擔心喎，這個變動係好嘅。譬如話咩咧，轉工啦、嚇調職啦，甚至乎升官發財啦，所有嘢都會向好嘅，所以工作方面咧就唔需要擔心，好好把握機會啦。財運方面，今年相當唔錯啊，正橫財交旺啊，所以唔使講咁多噶啦，嚇好好地工作啦嚇，或者係好好地投資啦嚇。咁啊，人事方面，今年咧就名成利就啊，生意興隆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亦都貴人望上綠馬扶持，咁啊唔需要擔心啦，啊機會處處。咁啊感情方面，今年咧嗱，如果分過手嘅朋友咧，就有機會咧浪子回頭或者舊愛重現啦嚇。咁但係如果你未經過呢啲咁樣嘅話咧，咁啊今年個姻緣運咧亦都相當之好啊，唔需要太過擔心啦。咁啊健康方面，唯一唔好嘅咩咧，有血光之災啊，容易有損傷啊，係呢樣嘢要留意一下。總括嚟講，屬羊嘅朋友今年就好運連連啦嚇，咁幾乎都應該咩都旺噶啦，除咗健康之外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個生意想話或者個工作運想話旺啲嘅話咧，咁可以喺個正西位咁啊放一個財神同埋一隻金色嘅馬啊，財神都係金色，咁啊有助呢個工作運同財運嘅，咁啊不妨試一下啦。